我这有个视频，是袁晓东留给你们的。 我知道你们会怎么想，但是我没有绑走洋洋，我怎么可能伤害他呢？魏公，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错事，但是我怎么可能绑架洋洋呢？ 我就算死了也不会这么做。上个月底，贺文俊和姚军从外地回来，他们俩来找我。你这个地方也太破了，什么东西啊？哎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还没当回事儿，直到杨洋走。他家怎么样？我问你，他家有钱吗？他家哪来什么钱呀？他爸进监狱了。 然后他妈在外地打工，我以为他会就这么算了。一直到一号那天，外公打电话跟我说，杨洋从我那儿离开后就一直没回去。我当初还没在意，我还以为他到附近去玩了。但是午休过后，我才反应过来事情不对。 表弟是不是在你们这儿？谁是你表弟？杨洋，我表弟在不在你们这儿？任晓东，你他妈说话最好给我小心点。他到底在不在你们这儿？自己进去找。 对他怎么了？啊，放心吧，死不了。没错，安眠药。军哥，你不能把他留在这儿。我不管你们想干什么。
他是我表弟，他不行，你知道吗？而且他现在已经感冒了，如果你们在这儿……你他妈说什么呢？青哥，青哥，他是我舅舅的儿子。青哥，凌川这么大，你想动谁我都不管，但他是我表弟。懂的。我把你当兄弟啊，你最好给我老实点，要么跟我一起弄他们家点钱花，要不然你就跟他一起死。嗯，我们做过什么你很清楚，只要我一个电话过去，你他妈这辈子玩完。嗯，青哥，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兄弟，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我们又不是没杀过人，还差多这一两个吗？我太了解何文君了，我知道他会干什么。如果不答应他，他是不会放过洋洋的。所以我当时我就假装答应。魏公，那天他们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也在场。杨洋的情况一直不好，他一直冒冷汗，嘴唇都白了。哦，你上上杨洋。不行，不行，他必须得去医院。你疯了吗？你他妈这是要自杀吗？静哥，你也看到他现在的情况了，你们给他吃了多少药啊？你给我老实点，别太跳，能不能活下来看他自己的命。还有，我已经联系好人了，马上把他送到城过去。是答应过要送他回去了。你他妈脑子是不是坏掉了？这小子他妈已经见过我们，把他送回去。把我们全搞死啊！啊！我问你话呢，我问你话呢。现在这样，谁也不会要他。你必须把他给治好，要不然的话，你什么也得不到。我看着杨洋一步一步恶化下去，我们没办法，才找到静秋来帮忙。我们只借了一个人贩子。但其实我那天都想好了，因为霍文俊说他晚上得出去一趟，所以这就是我带走杨洋的最好时机。我故意把车弄坏了，让姚军去修，然后我就一个人回去了。但我没想到贺文俊他突然就回来了。你他妈在干什么？放下！他妈放下！行吧。放下！
关上！关！我当时想一切都完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杨洋已经快不行了，所以我让静秋带他去医院。然后姚军回来，看到贺文俊死了，然后他也跑了。我也想了很久。但就把贺文俊烧了。当我再回来，看见杨洋，我看见杨洋，他已经病倒了。是还在姚军家的时候，我就感觉杨洋快不行。我一路直奔医院，我也不知道那条路为什么会突然变得那么长。我还没开到医院。后来呢？
你们把孩子弄去了哪儿？你应该很清楚，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把他还给他家人。小东他不是坏人，他做的这一切他都是被逼的。到了那一步，他没得选择了。五年前，袁晓东、姚军、贺文俊一起去贵州偷车。他们在开车逃跑过程中撞死了一个警察。那个被撞死的人就是我爸。袁晓东在哪儿？处理伟阳的事情之后他就走了，他也没跟我说具体要去哪儿。姚军呢？贺文俊出事那天他就跑了，之后再也没见过他。那你们是怎么处理杨洋的尸体的？孩子的尸体到底在哪？我化了。为什么选这儿？小东说，他以前经常带洋洋来这里钓鱼，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根据梁静秋交代的线索，我们在梁家乡下小屋找到了袁晓东一部分的物品，也证实了那天我们去饭店抓袁晓东之后，他就逃到了梁家乡下的小屋，他在那儿待了一晚上，过程中让梁静秋给他取了2000块钱，之后就自己跑了。袁晓东，这个袁晓东从小到大就非常的聪明，从他策划陷害贺文俊一系列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而且他逃跑之后一直没有使用自己的手机、银行卡，一系列我们可以追踪到的物品。这么看起来，他应该是有所防范。而姚军，我们调查了他之前所有的资料，发现他的朋友很少，圈子也很少。不过，我们在他 QQ 空间里找到一张比较特殊的照片。这小孩是谁？姚军。这女的呢？今天上午我们刚查明了她的身份，她是县孤儿院以前的副院长，叫孙静瑶。姚军小时候就是在她家住过2年左右的时间，这照片应该就是当时拍的。还活着吗？活着。多大？72了。这个人我们已经找到了，而且他和姚军一直保持着联系。最近几年，姚军曾经专门回来陪她过节，即便是不回来，也会专门寄东西给她。姚军这次回来有联系过他吗？
这倒没有，不过姚军以前的许多事情，他应该是最清楚的。请喝水，请喝水。哎，孙老师，不用麻烦。啊，没关系，很简单。这是您年轻时候吗？哎，这小孩是您儿子？啊，是。那您现在自己一个人住，他会经常回来看你吗？啊，他去世了。不好意思啊。没关系，都已经是20年前的事儿了。他跟一群小朋友啊，想和去游泳的时候发生的意外。你们来找我，是想知道姚军的事儿吧？孙老师，姚军是什么时候搬到你家住的呀？2002年，也就是我儿子出事的第2年。那个时候，姚军也才6、7岁。那孩子从小的时候，他父母就离开了他，就剩他一个人，也挺可怜的。孤儿院的那群调皮的小孩子就经常的欺负他，有一次还差点把他的耳朵给弄出问题来。没有办法，我就只好把他安排到我家里来住了。你把他当成自己孩子照顾了？没有没有，我心里清楚得很，他不是我儿子。那他为什么在你这儿住了2年就走了呢？可能是他进入叛逆期了吧，他有很多事儿也不愿意跟我说了，再后来干脆就说他要住校，慢慢的他也就不回来了。你们是不是期间有几年一直没联系？是，大概是5年前，他又突然回来找我。具体什么时间？具体应该是10月份。对，是10月份。那一次啊，他突然来到我家的时候，整个人精神特别的恍惚，还染上了毒瘾。我当时也不清楚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一进门啊就给我跪下了，让我一定要救他，他说他不想坐牢。你就没有问过他，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把他反锁在屋里，帮他戒掉了毒瘾。哎呦，那一次呀差点要了他半条命。我就一直等着他亲口跟我说。姚军拐卖儿童的事你知道吧？前一段时间我听新闻的时候我才知道的。您知道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吗？前2天我给他打电话，没有联系上他。孙老师啊，我们知道姚军在外面犯了很多事，但是我们判断他对你还有一定的感恩之情，所以我们希望你能配合我们警方把他找出来。我老了，还有一身的病，再说我也不是姚军的妈，有些事他不听我的，我什么也做不了。只有找到姚军，5年前那起儿童诱拐案才有可能得到解决，那些失踪的孩子们才有可能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如果一个孩子没有父母会变成什么样，这样的悲剧我相信你比谁都清楚。这么多年了，其实我心里
我知道，你们之间的感情很重，但无论如何，姚军犯了错，他终究要出来面对的。我可能什么也做不了，我怕耽误你们的事儿。再说了，姚军他那么聪明，无论我现在做什么，他肯定知道和你们都有关系。他怎么会出来让你们抓他呢？宋老师，你知道他们最近绑那个小孩洋洋的事吗？他们给他喂了很多安眠药，绑去的第一天就死了。今天下午，我县福兴小区家属楼中发生了一起烧炭自杀事件，试图自杀的是一名年过七旬的独居女性孙女士，幸好邻居及时发现，联手合作才及时将她救了出来，送往医院。目前孙女士仍然处于病危状态，她能否恢复健康仍然是一个疑问。据了解，孙女士曾是我县孤儿院的副院长，家中并无伴侣和子女，退休后也一直都是独自一人生活。虽然孙女士试图自杀的具体原因我们暂时还不清楚，不过独居老人身心健康问题的确是当今社会非常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之一，如何帮助类似孙女士这样的独居老人也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难题。电视台那边已经说好了，姚军出现之前，各大频道会循环播放他的相关新闻。老刘也联系他之前孤儿院的一些同事，把孙院长自杀的消息也都放出去了，而且还特别提了他可能是因为姚军的事儿自杀的。林队，电话。赵伟，我现在正在过去。谁打来的？是个陌生号。给我钱。你现在还在昏迷。喂，请问是找孙静瑶的吗？说话，他现在还在昏迷，我是他医生，我姓赵。请问你是他家人吗？对方电话加密了。喂，你不说话我挂了。你是孙女士家人吗？是。你赶紧来县医院一趟吧，他在409室，我们一直找他家人，以为他没有家人呢。喂，林队，他就在我们附近。这儿，是他吗？姚军出现了，在医院大门口。
小马，守住四楼的电梯口。大厅情况复杂，等到四楼再动手。老刘，那边什么情况？我们现在就过去。慢点，慢点，先出屋见。好了。老刘，你先别走，守住二楼。到底什么情况？他发现了！到底什么情况？有人跑了！报告！报告！冷静点，友军。友军，我劝你最好不要乱来，你已经跑不掉了，整个医院都是我们的人。把下面车开走，让他们走，让他们走。不是鬼，不是鬼，你们过来我就杀了他。友军，听到没有？友军，你们说到做到，你们做啊！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这么做的。把汽车开走，把车开走。好，好，好，所有人把车开走，把车开走，来，把枪放下，放下。冷静一点，你先把枪头放下。放下！你不想见孙静儿了吗？想吗？他把你当亲生儿子看，你却做那么多违法的事，你对得起他吗？我没有。你没有吗？我没有做。之前卖小孩，不，后来绑架洋洋，在贵州撞车的事，你没有吗？不是，我没有杀人。那你现在做什么？是被你们逼的，我是被他们逼的，我没有。把警察放下来。我不放，放下来。我不放下来。我不放。小军，小军，小军啊！妈，你干什么？小军，把刀放下，你把刀放下，放下孩子，小军，啊，放下。林队。爱的桎梏，世人
不是都渴望宽恕，每个人是你的幸福，藏匿在灯火阑珊处，挥霍掉经年累月的赌注，体会捶胸顿足的领悟，等到惩罚被解除，在这生命奔痛苦，这城市喧哗的末路，只残留安静的孤独，谁知道这场薄命的演出，只是身不由己的欲度，用尽全身解数，始终走不出迷雾。